53岁的曾华倩近照曝光，很多人的梦中情人，19岁儿子身高近2米。很多人提起曾华倩，都会说她是梁朝伟的初恋女友。而在那个年代，曾华倩是很多人的梦中情人。在 TVB 训练班时，曾华倩便有了班上一枝花的美誉，她被同期学员称为美丽化身。如今看到年轻时候曾华倩的照片，也有一种初恋了的感觉。曾华倩气质古典，一颦一笑都有独特的韵味。她在古装剧中的扮相十分惊艳，在梁朝伟版《倚天屠龙记》中酷穿了郭襄，《大运河》中饰演长孙无垢，这些配角色惊鸿一瞥，却让人难忘。在吕良伟版《雪山飞狐》中的苗若兰，在张兆辉版《边城浪子》中饰演丁玲玲，与梁朝伟出演的《新扎师兄》系列也是经典。1991年，曾华倩签约亚视，主演的电视剧《胜者为王二》《天下无敌》以21点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亚视收视第一的剧集。与黄日华主演《银狐》也是收视率很高的。在与梁朝伟、陈廷威两段恋情之后，曾华倩不再与圈内人恋爱。1996年，与商人林兆基结婚，两人恋爱3年，结婚6年。与林兆基开婚后，曾华倩回到娱乐圈，担任电台主持人的工作。2015年初，曾华倩暂时退出目前工作，主要照顾儿子林浩贤到国外、国内参加各种游泳比赛。作为游泳健将，今年19岁林浩贤，3年前的身高已经有186厘米，如今大约近2米，难道比大白杨还要高啊？内容未完结，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。如今53岁的曾华倩与儿子一起十分幸福，容貌自然优雅，还是那么美。